声大奖，而杨洁在街头魔术中是如何让路人佩服的呢？在下段节目中一一为您解开。温柔释放你的身心，你需要全新增奶香薰沐浴露，轻轻按摩每一寸肌肤，它含有薰衣草、依兰花、广藿香精油，让身心在香薰中温柔释放。温柔释放你的身心，全新增奶香薰沐浴露。健康加分，滋味满分，纯奶昔的。看不见的细菌经由接触传染，威胁家人健康。杀菌专家来舒喷雾杀菌消毒剂，能扫荡病毒及细菌，来舒保护全家人天天健康。使用来舒杀菌防病毒。健康加分，滋味满分，纯奶昔的。看我控油因子的厉害，妮维雅控油乳液含控油因子，能深入肌肤调节油脂，掌控油光，清爽回来。妮维雅控油乳液。意外的发生总是如此快速，让我们重新思考安全的意义。安全不只是保护车内成员，甚至对其他用路人都有责任。以全体人类利益考量，精心打造一部足以赢得诺贝尔奖的 SUV All New Volvo XC90 滂沱问世。7-Eleven 蓝色啤酒海，让夏天变凉快。现在到 7-Eleven 任选三瓶进口啤酒，只要7.9折。有 7-Eleven 的好。老的贼就来过，大盗萧十一郎，沈家的人做了把假刀来骗人。果然是宝刀，奶奶必须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把刀交到陈立的手中。萧十一郎，明天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。这是一个充满刺激的魔术历险，当你的生活中不经意地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时，不要怀疑，魔星高照的星光已经悄悄地照在你的身上了。很久了吗？但很久了，导演到处找你。刚买了件衣服。那衣服呢？我觉得挺不错，我就买了。那这看看，颜色不错吧？看起来很有气氛呗。这叫朝气，朝气。这种衣服一穿上就年轻十岁。看看，但很难看。怎么样？觉得还不错。料子又不好，而且红噜噜
老板说很好看，老板说我看。老板要赚你钱呢、啊？是这样子吗？真的，你看，料子很舒服啊。你看，里面还是银色，你看。还有没有？看看看，看还有没有？啊！哇！绝！不是发财了吗？导演啊！对，导演来干嘛？用这衣服吗？你买的？干嘛？你们过来过，你们来干嘛？我们在拍摄，你不做场记的吗？你们过来干嘛？我是拉远的，那边啊，那边买的。我想看裤子。对，你看这里呢，自从喇叭出去有的。比较深色一点，你的裤子料子会不会很厚？今天很热。可以，这个套不行的，一点色。真的吗？真的不会热？嗯。那面料也挺好。我看一下。不挤腰的、啊，这个腰围是两三的、嗯，差不多。多少钱？这款是75块，算便宜一点吧。好吧，买嘛，陈姓妈妈给你便宜一点。70，那好吧，65块吧。65块吧，老板，人真不错。好，帮我包一下。那下次有机会再来。你说多少钱？要么65块。65，我再看一下。那你再定一下。我穿会不会太老气了？不会的呀，今年流行的，小气灵穿的。小什么？小青年穿的。那你们？是小青年吗？是的，谢谢。年轻嘛，找个钱吧。我可能把钱。嗯，这是真的好看。我装会好看吗？真的不会骗你的，还希望你下次再来了。你不想卖些什么其他别的东西没有？你这个，你看裤子嘛，上面拼一些什么衬衫什么的。老板娘，老板娘。这个钱呀、啊。嗯。我看一下，看看。哦，今天买的东西，你人真好，还算。钱吗？不是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前两天摆在里面忘记拿了。怎么可能？是的，前两天那个爆米袋嘛，名额摆在这个口袋里面。不可能啊！是的。那不是。那这个前两天的那个钱呢？名额这是我们自己赚的这个钱。没有。这是我们自己赚的钱。是我们的，肯定是我们的。钱我付过了，你家里的钱，那营业额了，这钱我付过了，来，这是我的裤子，这是我的裤子，不行，这是我的裤子，钱，这是我的裤子，拿出来，这是我的耶，打110，你打110，我打110，这是我的裤子，先来。我的，谁啊？是我的。你要拿报警啊！我刚才，我说要报警哦。要找。
广告要找。真的不错，真的好看吗？你是什么最喜欢的颜色？对啊，真的好看。我还有点小，不小的呀，是吗？真的不小的呀。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好，这次见了。现在买衣服会送钱的，这是我的呀，是我的呀，衣服卖给我，我的呀，衣服卖给我，因为钱袋是我的啊，在我的衣服里面的，我放进去的呀，是我的呀，衣服已经卖给我了，放进去的呀，我买的这个衣服我给你钱了，对吧？是我的呀。街头魔术秀，不用买门票，没有道具，没有豪华的舞台，在最近的距离让你见识魔术的魅力。哪有这么准的？这不是特异功能是什么？杨杰果然不愧是魔星二号，这样都能猜出来。请各位看看我们的魔术师杨杰是如何办到的。魔术师可以预知未来，真的不相信？好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我能预知未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里有另外一副扑克牌，那么里面呢有一个信封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信封，里面有一个预言，有一个预言卡在里面，好不好？来，麻烦你，小姐，扳着手。伸出来好吗？帮我拿着它，对，不要动，就这么拿着 ，OK。因为已是公正情况底下，我们两个都不要去碰它，好不好 ？OK。那么拿扑克牌出来，玩这个魔术。那么这个魔术很厉害，不要打开看哦。那么这魔术很厉害，知道为什么厉害吗？对，因为这副牌很厉害。这是比较特殊的牌啊。对，因为呢，它是54个魔术师表演过的牌。为什么说是54个呢？包括你。对，不包括我，只包括54个很有名的魔术师，因为每一个魔术师用的牌不一样。哦。所以说我每见到一个魔术师呢，就要问他要一张牌。所以说，这是一副完整的牌。对对，没错，这是一副完整的牌，对不对？啊，完整的牌 ，OK。那么现在呢，很简单，我这样子往外推牌，你用手指头随便帮我点一张，好不好？来，随便帮我点一张，点，黄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然后你把手这样子放在上面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花什么点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知道吗？还不知道，我们慢慢来，好吧？我有预言在，好吗？然后呢，我们打开正面，你再随便点一张，随便点。用手指头认，好，点这一张。我们现在不知道它的背纹，对不对？把手拿过来 ，OK。好的，那我记得我前面有个预言，是不是？啊，好的。现在麻烦你小姐把这个预言袋打开，然后把里面的一些预言卡抽出来，看看里面还有东西吗？没有了。好的，首先我们预言的是牌背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牌背是什么，我们看一看。哇 ！OK， 我们再来，把牌翻开，我们预言的是扑克牌的花色是梅花八
点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一看。哇！这边点一张，点一张，点这张好，这张对不对？大家把手拿出来，我们不要看，因为我们现在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花什么色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。OK， 他们把它翻过来，这回你再随便点一张，随便点这张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把放在你手上，你也不知道它的牌背是什么样，因为每一张的牌背都不同。对，你也不知道。OK， 刚刚我的预言带在那里，是不是？好，先生，现在为了公平起见，公正起见，我不要打开，你把它打开。打开那个袋子，好不好？然后看清楚里面有没有东西，拿出来。好，拿出来，完全拿出来。好，不要动。对，这样子。袋子里面还有没有东西？袋子里面还有没有？有没有东西？袋子没有。好的，我们首先预言排背。选一样，我的预言第一项准确了。这预言它的点数跟花色，我只能相信他的手法很快吧。他的手很快。我觉得这是科技的产品。您到过马绍尔群岛吗？我们的魔术师劳伦斯将和他的鸽子一起来到这美丽的岛国，为您表演神奇的魔术，请不要走开哟！恭喜，你可以免费任选五种药，不会吧？在下一段的偷拍大金鸡里，看我们的魔术师杨杰如何让药房的雇员手足无措，不要转台哦！广告后马上让你看到。只用你口，不用你手 ，M&M's 巧克力。十分，你的爱情在哪里？与你相约在爱情音乐吧。Only you, sugar. 38首特调属于你的情歌，爱情音乐吧。So many music. 这位是林先生，非常爱他的儿子，但是近来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却越来越少，似乎越来越疏离。所以林先生上了eBay的网站，他找到了一个他们两个人都会喜欢的电玩游戏，他们都好开心。谢谢eBay，让他们再也不分开了。eBay 全球最大拍卖网站。看不见的细菌经由接触传染，威胁家人健康。杀菌专家莱舒喷雾杀菌消毒剂，能扫荡病毒及细菌。莱舒保护。
全家人天天健康。食用来书杀菌防病毒。这位是林先生，林先生非常爱他的儿子，但是近来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却越来越少，似乎越来越疏离。所以林先生上了eBay的网站，他找到了一个他们两个人都会喜欢的电玩游戏，他们都好开心。谢谢eBay，让他们再也不分开了。eBay全球最大拍卖网站，带您闯遍台湾319个乡镇，尝遍各界名人最最道地的家乡菜。时间，我们给你加杠的七呀。还有五个不吃的绝对养生之道，真的躺在床上钓鱼耶。台湾探险队每周二晚上9点，卫视中文台。这是一个充满刺激的魔术历险，当你的生活中不经意地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时，不要怀疑，魔星高照的星光已经悄悄地照在你的身上了。中奖了，中奖了，我也中奖了，中奖了。你中了什么？我中3万多块耶。是吗？你看你中多少？五和一二。那你在高兴吗？没有啊，中奖啊，五和一二，也是3万多块。多厉害！感冒的厉害。怎么你感冒跟赛利通两样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。不用不用，就三粒痛就可以了。8块5是吧？今天早上起来一直头痛到现在。药好不好？头不疼。头不疼。感冒另外配药，说明书在里头吧。喂？恭喜你，你可以在可以免费在任何药房里选购5种药。没跟我们说啊，就在这药盒里面，他是这么说中奖啊，就在药房里面随便选5种啊。啊，是的，他没跟我说。就在这写的很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在这很清楚，他又没盖章，又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们都从药厂进来的，对吧？你跟他药厂去的。不会发热了。对，女孩子发热了。对，看一下说明。哎，哎，我中奖了嘞。哎，中奖了嘞，随便在药房里选5种药。恭喜，可以是不是？哎，你拿了。
免费取五种药是不是？取人参没有，拿出人参给我。啊？这你这卫生巾里面？不可能的。不知道在上面写